来个暴雨。来个超大虾尾。太贵了，这是双击好不好啊？什么虾尾还是一口一个，鲍鱼。哎呀，这个不是，蘸点。来个黄金鲍，这个鲍头用了我7期48个小时才做好，能不能给我个双击了，铁们？来一个啊！嗯，大米，嗯，全都是大米啊。鲍鱼，我只吃这么大的。哎呦，哎呦，这个不吃。老铁们，今天咱吸个4斤的龙虾啊！哎，能不能给我个双击，老铁们？